今晚的音乐 party 呢，既然是毕业 party， 当然我们就要有毕业照。我们首先来看看他的毕业照。看得出他是谁吗？哎，这是谁啊？掌声有请沃克群。我现实为你静止，为你做不可能的事，为你我学会弹琴写词，为你失去理智，为你现实，为你静止，为你做不可能的事。他本人很帅哎，一直很帅啊。句子都忘了说，最美的是你的名字。韩哥，韩哥，吴克群，吴克群。刚才那张照片是您什么时候？节目组说需要提供毕业照。毕业照。我突然发现一个很严重、很严重的问题。哇哦。因为我发现我不太确定我大学到底有没有毕业。那我知道节目组很厉害，帮我 key 一个毕业的样子。对，你现在做一个样子，我们后期给你做出来。预备起，学士服。我毕业了。 OK， 等着看后期，等着看我们的神后期。接下来我们第二位嘉宾会是谁呢？让我们来一起看看他的毕业照。他是谁？哎，有请 party 来宾辛晓晴。这首歌太经典了。想念你的笑，想念你的外套，想念你白色袜子和你身上的味道。是淡淡烟草味道，记忆中曾被爱的味道。谢谢。金小琪，金小琪，金小琪，金小琪。毕业照当中左右两边，爸爸跟妈妈，好有气质啊。真的很多年以前，那个照片很像我们的大家的偶像邓丽君，是吧？那个感觉很有气质，很像邓丽君，美美，特别美。